一二一二一二三一二。节目生活的时境，起床的 time， 公司打来我要名片，爱慢动作，懒得优雅的魂魄，主管要我知道理由，认错不啰嗦，我态度洒脱，说话不文绉绉，梳着油头，松针区的里奥纳多，怎样？与同事一起扛，偷懒不假装，我就爱开着脸书试装，爽，怎么那么爽？我爽到上到忘词，也变成成为万词王，奇怪，为何有点累？莫非？莫非你是艾迪？莫非瞎闹？他怎么又想睡觉？现在到底几点？欢乐一百点，你们最正点十二点，是传说中的十二点，一小黄金休息时间， okay， 我的睡意满点。睡个午觉，快睡个午觉，白日梦要做，但是午觉也不能少。睡个午觉，看我不要搞笑，我和你的那戏班，醒来后就没烦恼。睡个午觉，快睡个午觉，生活不就是那样，换汤不换药。睡个午觉，有睡就午后不用再逍遥。怎么睡不饱，眼皮一直掉，嘿朋友不要闹，笑我李荣浩。